你觉得蛋会成功吗？我觉得是不是太熟了？你说这个一人一半，对不对？那你说这一人一半是不是？就是信誓旦旦的说时间很多，你们要不要？等我一下。那你的蛋是用来干嘛的？他还在 loading， 他还在 loading， 要等他 loading 一下。没办法，厨房真的不能超过两个。没，当初只有你一个人，我们都不帮忙了。因为我这些声音是什么？不，来自地狱的是你一个人就好了。来自地狱的是他有一点点没有控制好，就是那个出菜的时间，就后来真的有一点点小乱。然后心如跟大发两个就讲说啊，我不就跟你讲了，时间不够吗？对，然后顿时我们大家就有点安静起来。那我先上面，先上吗？那面呢？面好了，我看什么时候上。面先上还是肉先上？面上吗？他们不可能两个人一起上，你知道吗？那怎么办？所以肉也好了啊，全部都好了。对啊，所以你要想啊，你不可能全部东西都端在客人上面，那客人怎么吃？你要想清楚啊，怎么办？我本来想说汤，然后我本来想说这个都是切小小的一起。除非你把它变成对啊，就小份的，本来一起就是小坨小坨这样子。那你来，你要不要来摆盘？你的鸡排你要怎么放？那你这边放牛排，这边放鸡排。哦，一个牛排，一个鸡排，然后姑姑，哎，那你姑姑这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杨锦华。电视上看不到的独家画面，只有在光开门就很萌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收看哦。